dispute of Diaoyu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border issues in the East Asia. Some reports depicted it as the trigger of the possible Third World War led by Japan and China. While most attention was drawn on the two growing powers, people from Taiwan have made noticeable movements to express their determination. Among them, there are educators. 两岸如果合作保钓, 对日本就更不利了。 Politicians. 我要求他要去追究责任。 Local leaders. 民间的力量来凸显这件事情对台湾的重要性。 And fishermen. 这次我们一直强调一定要团结，再不团结的话，你以后都不要出门了。 Professor 林小信, who has been devoting himself into this patriotic movement for over 40 years, has experienced the most dreadful political harassment. Unlike Lin, Jin Jie-shou, the councillor of New Taipei City, made the more drastic move to express his resentment. He was the first Taiwanese who landed on the islands after 1971. 两岸政府都要追究，在你们主任何政府主政之下。 所遗失的，被别的国家霸占的这些领土，都要追究责任，就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孙，让以后的政府，来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林信川, an experienced fisherman, when he visited those island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ispute had already been 20 years old. 我就跟你讲，我读高中的时候，我跟我爸爸。 就曾经上过钓鱼台，当然我们当初是把我们的这边渔民的话叫乌人岛了，那边有淡水，那边有淡水，那边很多候鸟，所以我们去那边捡蛋嘛，主要就是以前的船，当然不能跟现在比，以前的都是木头船嘛，你装水也很少，你补给，所以以前船很小又木头船。 所以碰到东北季风的时候，就在那边靠，就在南边啊，就挡风嘛，北风就挡风，啊没水，就靠在那边，就到上面去拿水，啊，既然在那边休息的时候，就去捡鸟蛋，啊鸟蛋回来给小孩子吃，大家吃的高兴死，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台湾移民就有经常会碰到，就是一个避风的一个点嘛。 It's not just the beauty of the islands that led to the dispute. Japan, another great fishing industry, wanted to put their fingers on the fishing ground. For the head of Su'ao Fishery Association, Chen Chun-shen thinks it's vital to keep the islands in Taiwan's hand. 这是我们传统的渔场，传统渔场就是等于我们在百年前，与其现在，我们大概都有。 一两百艘渔船在钓鱼台附近的海域作业，所以可见它在我们苏澳大概六七成的渔业都来自那边所捕捞的渔获，所以它对我们苏澳地区渔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的渔场。然后整个西太平洋最好的一个渔场就是这里嘛，为什么？因为大陆礁棚延伸下来啊，譬如说从陆地上。 从海边一米、两米、三米一直延伸下来嘛，刚好从
台湾这个莲花屿啊，然后经过钓鱼塔、钓鱼台，这整个刚好一个很就是末端，这个大陆交棚的末端下来呢，一个断崖嘛，下去就算1000多公尺。这个太平洋环流，它是顺时钟在流嘛，所以它这个水应该讲黑潮是从南边上来嘛，它上来以后打到这个断崖啊，然后它会产生一种永生流嘛，然后翻滚会把海底的一些微生物啦，或一些任何东西，它会把它带上来嘛，带上来就产生一个食物链嘛，有微生物，有小鱼，就有大鱼，就什么鱼都有了。啊，第二点就是东海北边这边下来的冷水，因为这边算纬度比较高了嘛，冬天会结冰嘛，所以这些冷水从北边下来，啊，这边热水从赤道那边带过来，刚好在这里交汇，整个这西太平洋最好的渔场就在这里。In 1971, America handed over the control of the islands to Japan through the post-World War treaty process. In 2005, one decision made by the UN made it even harder for Taiwanese fishermen. 2005年以后啊，就开始大家伸张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经济海域的这个伸张开始，已经台湾已经。怎么讲？因为日本到底是他比较强国嘛，啊，他就划两把经济海域，他就变成整个船要开出去就没有地方捕鱼了，到处都是人家的两把海里，所以就剩下没有什么地方捕，所以就一直要开啊，开5、6天，24小时的开船，不休息，船是不停的，一直开一直开。他那边的鱼是比较特别一点，哦，抓了2天多吧，日本船就来赶了，结果我们还是抓了不少，以后就没有在他的那钓鱼台旁边抓过鱼。后来好像这10几年前吧，哦，10几20年前，这边新一些的海钓船，说他们海钓有跑过去那边去钓过鱼，所以。还是被他们喷水，我们当时被驱赶的时候是没有喷水，是用扩大器叫我们离开。On September 10th, 2012, Japan's attempt to nationalize Diaoyu Islands by purchasing them from Tokyo Mayor ignited the anger of Taiwanese fishermen from Suao Port. 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已经组织了差不多将近100艘的渔船跟整个大概参与活动有200多个人去到那个钓鱼台。2012年的9月14号出发，到了钓鱼台大概是9月25号。那一天的浪有7级浪，6、7级浪，因为一个台风已经在菲律宾的东边快要形成了，所以我们还是拼了，还是去了。我们预计是能够走到10海里。我们就目的就达到了，因为他讲12海里，我们突破他12海里，我们目的就达到。结果我们到了2海里啊，我们渔船开进到2海里啊，所以我们就以民间的力量来凸显这件事情对台湾的重要性，也希望说，在这个岛屿我们长期在赖以生存的地方，长期在这边捕捞渔获的地方。如果我们再不出声音的话，我们的生存的一个位置就要被人家去拿走了，或是未来不让我们在那边捕鱼。这件事情跟官方一点关系都没有，反而我们渔民去谈话性节目的时候，我也讲，我们替政府，我们替台湾的政府买了一张门票。你这边不，今天这个钓鱼台。这个事件，你今天台湾在缺席的话，你以后你跟他谈什么啊？对不对？大家在争的时候，你都没有发表意见。像我们总统，他到彭佳屿去宣示主权，虽然有这个意思啊，但是还是差一大段啦、啊，对不对？懂的人都在笑啦、啊。所以我们这次的行动，间接的也就是说，
台湾还是参与这个钓鱼台的事件里面，还是有参与的议员嘛？替说实在，就是替政府买了一张门票嘛。Through the agreement, Taiwanese fishermen were allowed 4,800 kilometers additional fishing ground. 那是一种亵渎了，其实还不是跟以前一样，一样不能在那边捕鱼啊，从那边经过应该都可以。有的人，有的一些渔民也会感觉啦，哎呀，这个是谈好玩的。当然，我们有参与的人，我们就很清楚啊。因为这个国际的谈判不是小孩子在玩的啊，就是说说了会定了就是这样子定了，你就必须遵守嘛。接近从就是这个界限捕鱼的种种规定啊，也是规定非常严啊。但是在海上，并不是在陆地上，船是会飘的，会受风跟潮水的移动。所以不像陆地上哦，你车停在那边就是停在那边，这船是会飘动的。所以还是，所以我在第一届在开的时候，我就一直强调我们要争取下一次开会的一个议题啊，就是说这个界限中两边都要划缓冲区啊。However, not everyone is happy about the progress. 中国跟日本中间埋下一颗地质炸弹。一个问题就是在于缺乏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过去觉得很希望日本跟我们谈啊，现在日本愿意谈，但好像就是求之不得啦，也不想太多。那事实上，日本这个谈判，第一个对钓鱼台的主权，基本上根本都没有谈。啊，没有谈，并不是表示说那是中立或双面，而是日本事实上占领在那边。啊，日本就讲得很清楚，台湾的渔船不得进去钓鱼台那个十二海里的范围内的海域，他们说这是他们的领海。啊，所以他基本上是假设台湾的渔船这样不能进去，假设钓鱼那个海域是属于日本的，所以台湾才能不能进去。如果不是，如果还没有决定或公海，那当然台湾渔船还是应该可以进去。那既然假定说那个既然说不能进去，就是当然是无形中等于假定，那台湾既然也是同意，所以这个台日渔业协定对台湾严格说来是没有保障，也是不利的。台日渔业协定，日本可以把解释说台湾已经承认钓鱼台是属于日本的。我想日本一定是这样的解释法，所以这个对这个协定来讲，等于说台湾获得了一些去海域的捕鱼的权利，但是牺牲掉，在日本可以作为一个借口或做一个理由，说台湾已经同意钓鱼台属于日本的了。所以这个基本上在我们看来的话，事实上是相当程度的事，等于说是台湾事实上是出卖了主权的。Taiwan is destined to be part of this international game. The question is, who is here to fight, and how will it end? 保钓，一定要年轻人。特别我们考虑到钓鱼台的问题，不是三五年就可以解决了。四十几年前，在1971年开始在保钓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要拖个四十几年还解决不了。对吧？我们以为三五年就解决了，结果现在已经过了四几年了。那从现在看来的话，目前情形比起四十几年前，恐怕更复杂，而不是更单纯。也就是说，要保卫钓鱼岛的事情的话，恐怕要做更久，搞不好在另外一个四十年，甚至更长。